田野，你看看人家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不喜欢你了。别，你别生气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不罚他就是了。哎呦，看来是小姐说话管用啊。你少说两句会死的。少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回了。我该回去押送粮草了，不然关上该吃紧了。你最近好好养伤，切莫再动筋骨了。好，不过我可以跟你一块去吗？ 此去路途遥远，虚荣人出没各处，跟着我很危险。等我运粮回来，定和你成亲。那你可得说话算数。这是我家传的玉佩，是我祖辈从西戎的狼头山上夺来的，说是能护人安康。我从小就戴在身上，我感觉挺灵验的，送给你了，将来留给咱们儿子。好了好了，送个多人呢，秀不秀啊你？ 颖儿，我能不能？怎么了？我想，心里还讨厌。